家分享一个简单的动作啊，在生活中啊，遇到对手啊，出现了这种情况啊，这种情况怎么办？看这个时候，看我们标题手上来，扣住之后看这个插刀，快！双击。老弟啊，今天给大家讲一个遇到这么高的人啊，身高臂长啊，抓住你的衣服不松，啊，对你造成威胁了怎么办？这个时候呢，手一勾过来，看这个勾。双击。老弟，今天给大家分享一招啊，在现实生活中遇到这种人啊，对你啊，这种挑衅就不要慌哈。扣紧以后，看上步哈，背部带紧这哈，发力。想要一招制服对方。今天教大家一个啊，如果说在现实生活中有人推你的时候，这样啊，我们不要急，看我们带住之后，带看，好，来慢动作啊，首先是扣住，看拉，把它拉过来，拉过来之后看，踢。教大家啊，如果说遇到别人推你，遇到危险的时候应该怎么办？啊，给大家讲个慢动作啊，当有人推你的时候，对你造成危险的时候，看扣住他。这个步哈，往他裆里看，卡，发力，走。